东经105到106度，北纬27到28度，总面积3128平方公里的习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拥有地球同纬度保存最完好的国家级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以及大鲁山脉天然生态牧场，是中国黔北麻羊原产地的核心区，为习水黔北麻羊品质至上提供了最好保证。在黔北习水的大山深处，总能看到一群群别具特色的羊群，麻色、毛短、梨面、栗耳、黑背脊、黑颈圈、黑四蹄，这些都是黔北麻羊的独特标志，被国家农业部专家委员会认定为新的畜禽遗传资源，国家农业部和国家质检总局授予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作为喀斯特地区独有的山羊品种，其肉质细腻，色泽红润，纹理清晰，一直是习水人民招待宾朋的上等菜肴，也成为寻味习水中的独特饮食文化。近年来，习水县坚持绿色、生态、健康发展理念，选准黔北麻羊作为建设全省山地生态畜牧业第一大县的优势单品，围绕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紧扣种、养、家、销环节，统筹推进黔北麻羊产业化带动、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组织化运行、品牌化营销，走出了一条产销链条完整、市场前景广阔的发扬才之路。5000余户贫困农户通过企业务工、订单养殖、资金量化入股等形式，从产业链上分享收益，实现增收致富。2020年，习水黔北麻羊存栏达到38万只，出栏28万只，年产30万吨反刍饲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建成达产，完成麻羊溯源体系建设，同时鼓励支持企业开发特色麻羊生鲜、熟食配送、快消品、调味品以及休闲系列产品，利用中央厨房统一加工，将产品销往上海、北京、成都等23个省市，形成养殖基地加中央厨房加直营店加加盟店，生态养殖加熟食加工加网上直销或线下直营等产销一体化产业链，黔北麻羊正逐渐从区域品牌跻身全国品牌。丰收迎小康，习水品麻羊。一碗羊肉粉，一把羊肉串，一顿羊肉火锅，一道炭烤全羊，全羊盛宴。习水县首届黔北麻羊美食节为您准备最丰盛的味蕾体验，开启全新的舌尖之旅。